好，现在是6:40。今天和我爸准备跑一趟长途去 Brisbane， 把房车的底盘和一些零件拿回来。2天行程，争取明天晚上回来。我们一起赶路吧，现在开始出发。现在在哪儿？Coffs Harbour， 1:30。再来吃了顿麦当劳，准备一口气干过去。路上慢慢吃，天气非常好，还有5个小时没到，6:20。是的。半米，再向前拉吧。对。拉，再拉，再继续拉，再继续拉。大家看看这个服务区，这有专门给这种大的房车啊、大拖车过夜的地方。这是我们的大底盘，费了老大劲把它给装上去，真是不容易。今天晚上睡在这里，不啦不啦不啦，闹死。这里还有一些吃的地方，哇，麦当劳还开着，麦当劳还开着，哦，麦当劳也收摊了。卫生间就在那。今天多谢老爸帮忙，这没有你，我是搞不定这个事情，黑漆漆的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6:00。车里睡了一夜，睡得怎么样？还行，反正我睡着了。大卡车起来了，你啊，今天就可以往回走了。王大厨的早餐，今天早上有鸡蛋，还有给我爸和我煮个面，有冲点奶粉，点面包。这时候我先烧把热水。哇，日式拉面，不好了，马路边的日式拉面好吃吗？这味儿还可以啊，味儿不错，味儿不错，是吧？吃饱上路。今天是8月9号，现在7:35，我们从那个布里斯北端到桑山口，得开半个小时就到下一个。多谢我老爸，没有老爸这趟上白来了。哇，我们终于把货全部都提了，绑了多少根带子？1、2，橙色的有8根、10根。假下雨，好，现在我爸也是绑绳专家了。现在是2:44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有7.5小时到家。晚上十点多到家，然后10点上床休息。涛涛一路主刀、主驾，全部你他开车，我就是陪驾。陪聊。方向。我爸在造车的时候帮我指导方向，然后给我搭把手。就是感谢我爸，没他这趟白来了，一个人搞不定。像这种跑长途最少得2个人，特别是这个拉货，开着带着这个大平板车。不过确实那个今天去那几个地方的风景都不错，挺漂亮的。我一看人家那打高尔夫球的，瞅瞅说是，人家这
这边老人没事跑不动了才打高尔夫球，跟中国那边是截然相反。中国那边打高尔夫球这是身份的象征。身份是旅程最后一顿饭，肯德基加两份自嗨锅，我的是鱼肉肉丝，这是豇豆中味中味，吃完就回家了。小臭，今天第三天早上我们回来了，听到了可爱的臭臭。嗯，我们和爷爷一起把这个卸下来好不好？哇，怪怪跟爷爷两个人两天两夜跑到昆士兰去卸货去了。来，怪怪给我们讲一讲你都买了什么。买了搬过去两个旅行台，又来做地面和竖直墙衔接的东西。这个呢是个浴室。浴室，天哪！啊。这个呢是一个水箱架。哦，这是你的小浴室。乖乖，虫子蛋，要自己坐一辆房车。哇，这个底盘好长呀。咱这房车得有多长多宽啊，这个大地盘。然后你就要在咱家前院来坐房车了。准备待会儿把鞋搭过去啊，不是把底盘擦了再。所以以后咱前院就变成了房车工作室。可以叫虫虫才可爱，所以你过来。虫虫虫虫说我也要戴手套。先拿着手套，我要啥手套？穿着拿了，谁要啥？穿着看你拿了手套。哦，好，你就穿这个帮爸爸吧。可以开工。好，走。